挑牌飞后面逼他们回人，原则上后面是带人的，这把很多金水啊。呜呼，接一个月过山丘。今天不休息吗？没有要休息了啦。哎，因为我放假，我也不知道干嘛，除了去吃好吃的，或者是说花多一点钱去按摩，就这样，我也不知道干嘛。看一下我，干他比较高哎，我秀别的，放心啦。凶吗？凶吗？哇，完蛋，他要烂吗？干他凯撒路回轮，确定确定。哎、欸，他走哪里啊？算了，不管，我只要相信我自己就好。制裁已经准备就绪。最速出野。视讯调小一点吗？太大声吗？想看我的二技能对不对 ？I know you, 兄弟。因为有时候会把视讯放大，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标准在哪。哎呀，欠我扣！哎呀，不给你沉默，有没有？想好他怎么打我？一控三，挑牌飞后面，高空完美，给他们镜头。哦哦，好凶好凶，确定确定，看送头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怎么全部下课了？哎、欸，这个很过分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想秀一闪啊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在等，我在等。等等，我再等。完美消耗，兄弟们！我要消耗那爆了。我只能跟你们讲，先反，对面红出了。我的红还要35秒吧，够我来得及去反对面这个野。何止野怪，小野也给他反起来，直接打出一个平路差距。我跟你们讲，不急，这个不用碰，回去爽收自己家的红区，红要准备什么收？我来看看，确定确定。哎呦，我跟你们讲，他一定会出来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下课。有没有？何谓兵线的诱惑？有没有？红出了，跟我判断差不多吧。哎、欸，我来了，红 buff 开贴，再一个条控制打好打满，再来一个一技甩上去，直拆下塔，这个节奏非常的奶酥。我跟你们讲，卡菲你就在这里，还敢躲？哎、欸，我来走路，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宝珠不好意思，开始控制下课，转中。对面的蓝要出，对面的红要出了 ，OK 吧？我们先不吃家里蓝，因为我们已经反到了，我们直接干他红区，反他小野。直接开断，来吃这个，有没有？哎，别尾哦，开始，转中。爽吃一波兵，
哎，等一下哦，我跟你讲，这我的局。下课。啊！干嘛你下课？多了一只大魔王啊！可惜，他们的位置我没办法一挑二。没关系，我全能出来，可以再凶一点。等我全能，我们真正最强的时期是到全能时期。送我来啊！他一技出来，我又打他。所以，来。点到了吗？呜呼！恐烂！有没有？我敢直接一个越过山丘，抓爆卡芬里！干啥，各位？回来，等一下哦，我现在没招，帮你扣，这样啦，这样啦，完蛋，要被卡芬贴爆了，还好他没报警。等一下，两秒，不急啊，有没有？等招 ，nice， 下课，哎，过分了吧，把我蓝也收了。我们直接，我觉得我不会死，直接上圣剑中路来。隐藏视野，兄弟们，目标维拉。转向吸血，对面狼出了。怎么样？出了。干，再别抢。再吸血，好了，我跟你们讲，真正的那刻，如果想要，我觉得沙赞是有点顺风装啊，就是很凶的那一种。上路一定会有人来清哦。喂，他们直接不出来了。哦，那你出来，那你死了，这个位置我直接秒。对不起，我的错。还敢抢？哇，他太冲了吧！对不起，我的错。就这个，下课。哎，怎么没死啊？刚才一下好像没有输出哎，没有暴击。哇！有开送！一人独吃，好吃不 了, 了。好，那个兰博来了，他在最后的消失视野是有看到的。这时候搞分推了，搞分推。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讲，什么叫做给压力？直接开断。再来下路，逼他们回人，有没有？有人来了，辅助敢这样一直看，原则上后面是带人的，这个过分了，肉视野。我跟你们讲，往后拉，因为人来了，抓好时间的距离，控制，拜拜，打一波小号，当一个白目，先断装，这留给他抢，靠一下，我要去尾随他们的屁股。霸体得挡，呜呼！霸体反应还没到，22岁的反应，到这个时期了，这个顺风装该卖掉了。
基本上我们现在是以一个命换头，因为我们已经是前起脚已经变废脚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已经不是我的太阳，是奎鲁。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掉就是卡芬妮了，拜拜。哎呦，哎，怎么没死啊？没事，队友会处理。先拆，这个别搞，这个别搞，除非你有100%的自信。哎，哎呀，拍谁？咱们这一局看的是同一个点，下课，拜拜，哈哈，偷猜，咱们看的是同一个点，兄弟，有没有？学好那克罗斯，这把很多精髓，看不懂多看一下。37%，这是 S 场，兄弟们，很凶的这把。哎呦，今天要吃什么呢，兄弟们？可是我现在没有很饿哎。烤全鸡，你敢吃烤全鸡会不会太凶？这么会吃，爆皮好像有烤全鸡耶，超人气限量炸全鸡。